新地南乐园呢，一直都是做这个高规格的防疫工作，消毒工作非常的彻底，非常的认真。那现在呢，有微解封了，我们一楼的厂商陆陆续续回来服务乡亲。那二楼、三楼这个饮食的部分呢，餐饮不能内用，我们仍然持续的维持着外带外送的服务。那至于四楼的这个电影厅呢，目前呢是开放营业的。那目前我们做这个最高规格的一个防疫消毒的工作，同时呢，这个客人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呢，是用十连制的，每一个厅都有独立的十连制的系统，同时放映前、放映后都会做这个喷雾的消毒，希望所有到这边来看电影的消费者都能够安全。过去是由服务员帮你撕票，现在呢就顾客自己撕了哈，避免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一个接触，那尽量做到这个安全防疫。